据媒体报道，上月27日，阿信在现身林俊杰的生日直播后，被拍到与助理表妹同行去夜市，又一起回家过夜。4月11日，阿信又开车载着助理从小区驶出，二人在台北街头溜达，开车到肉店购买食物，一起挑选家具。在购物完成后，阿信又化身司机，带着助理回到住处。据悉，2015年台媒曾爆料称，阿信当时已经与助理表妹秘密同居2年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